咱们这个中药，咱们祖国的中药呢，就是这个包含的东西比较多，美白的产品，也很多，大部分大家注意看那个，比如说我想祛斑，我又不想西药，又不想吃药，又不想做激光，我能不能求助于中医啊？当然是可以的，中药，中医大夫呢，比如说开的很多的这个，中药里面呢，都含有白字，包括什么？白吉利啦、白芍啦等等的都含有白字，它确实通过口服，它确实也能起到一定的作用。但是呢，不要对中药抱有很大的希望，就是我通过口服中药，它就真的就变白了。变白是需要综合治疗的。所谓的综合治疗呢，除了严格做好你本身的防晒以外呢，综合治疗呢包括，比如说咱们最常见的激光治疗。口服药物治疗，然后包括这个，严格的防晒等等等，中药只是美白淡斑其中的一部分，如果单用它，可能也不会达到一个很好的效果。那这个时候呢，另外呢，也要看具体得的是哪种斑，是黄褐斑还是雀斑，还是咱们最常见比较严重的太田痣等等斑，究竟是靠哪种斑？比如说，咱们太田痣，你靠吃中药那是完全没有作用的，那必须得靠激光来治疗。但是，比如说你黄褐斑，你是因为这个长期睡眠不好引起来的，老生气引起来的，通过。